这帮孩子最早就是在那些自媒体刷到了，感觉像在山区里边的孩子，然后条件非常差，但他们那动作就是一下吸引到我了。然后他们会互相竞技，期间就穿插那些动作啊，就像 NBA 球星一样，就是非常好。我也是有个篮球梦想的，然后我在外面打工，还是一直在那边打篮球。我最初梦想是能打职业，但是没成功，很遗憾。然后我回村看到这些孩子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然后我就决定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走得更远，别让他们留下遗憾。球还在后面，当然不行，先拍球再跳。胯下，胯下，起球高一点，高一点，你过不了我了啊！这群孩子他总能不断在超越你的期待，真是肉眼可见的进步，在每一天你都能看到他们进步，所以我就真的愿意教，他们会马上吸收，并且在比赛当中用出来，这真的是天赋。